是本身我觉得说运动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要做实际工作一定要有运动，像有的时候做相机你也知道那个肚子那么大也是要这样端。他必须十斤啊，他必须那个十斤啊。我2009年吼，啊我10月份啊，啊一礼拜拢煮94鼎啦。按大家讲，我煮的饭都足好食啊！一次一次的经验，啊去体会到，有当个米吼，新的旧的有水有差嘛吼。头一鼎我拢会足注意的，这个水安尼有顺无？啊，那我就会搁去减，看要减还是要搁增加安尼。啊，有影煮一点啊，方食，人大家都足欢喜的安尼吼。啊，我嘛感觉讲煮甲足欢喜的。大家拢听叔你讲吼。一定要去人群中去投入去了解啊！我来感受讲，其实不是讲有内行无内行啦，用心就是专业啊啦！啊，所以我就足爱去做了。做主持之后，人家学了足侪物件，身体嘛有较健康啊。切切个啊，把面都金就对了。我做志工大概做10几年哦。那我是袂经工课啊，我若会当做吼，我拢会去做啦。足爱对师傅啊，因为我就讲这条路是我家己选的啊，啊我就是足愿意做。我即马才坐会啊，我若无较认真做，啊我就无通做啊。我常常跟我儿子讲，我咱人吼一定要有付出才有收入的。你若有心来做吼，就对啦。啊，要认真做啦，啊，袂晓学个会晓，啊，拢免学费嘛，学了智慧啊。